大家好，我叫盖尔。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下一个在高雄非常非常漂亮的公园。好像所有人都不知道金池湖是什么，在哪里。从文藻只要走十分钟就到了。在往路上，金池湖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园，好可惜哦。那里有很多可爱的鸭鸭跟鹅鹅，好可爱哦！漂漂亮的寺庙，美丽的蝴蝶，附近还有超好喝的奶茶。好的，第一个部分是超级可爱的动物，在湖边有很多鸭鸭跟鹅鹅。他们喜欢在下午出来游泳跟走走，好可爱哦！超级可爱的鸭子，超可爱的。你也可以在这里拍很多夕阳的照片。我们现在先过桥吧，往寺庙前进。即使有一部分的庙还在盖，还是可以看出这座庙有多漂亮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就进去蝴蝶院吧。每个人只要付30块钱、就可以进去参观。对了，最后是在金池湖附近的大湖茶堂，我最推荐他们的黑糖鲜奶茶，不会太甜，而且非常好喝。没错，谢谢大家跟我一起享受金池湖的美，拜拜。